Yeah.
加油了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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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味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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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幾次再一個不是啊不是啊这个呢？这一样的。哦，一样的锅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要肥一点的。啊，你先呢？你先，我几条鱼？再来，安迪再来。啊，再来。我切几条鱼啊？大小。嗯，大小不用紧，我多了。小的一斤。多少钱这个？一块钱了。也是一块钱哈。这边炒虾，炒虾，好，谢谢。一块钱。啊。这个也是一块钱。哎呦啊！辅助辅助对，还有这个是什么鱼蛋的，好像是鱼蛋的，还有蛋花、青菜，嗯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肉来的，肉来的，看是不是肉啊？ Okay. 嗯。
的就很滑。我把其他的烧公盖蛋糕。它的糯米不炒。嗯。好吃好吃 ，OK 不错，它的上面不错啦，反正它不会很烂。嗯、八块钱。嗯嗯，八块半。八块半、啊嗯。咖啡两块。嗯。还好，这个还好。嗯、OK。哎、嗯。是叫倒闭吗？什么？不是吗？应该不大会，不知道。不到一天呀、啊。嗯。倒闭好像很普遍哦，如果是八省人是很普遍。卤煮比较 common 的，对，是。卤煮是卤煮是广东话。是吧？倒闭是福建话。因为在八省人家是讲倒闭。现在都是用卤煮。是吗？嗯。不是讲豆汁吗？嗯。还好了哦。啊，这个糯米还好，嗯，不错、啊，不错了、哦。面试完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吃水饺。它水饺蛮大一些哦。嗯。我点不。好吃啊，水饺，它里面有菜，有猪肉，有红萝卜。这个鸡脚来的，鸡油哦，啊鸡油，鸡油，十多斤多啊，零件，咁样炸咗嚟卖噶，一个 kilo 一个 kilo 卖啦，哦，几多呢一个 kilo？ 炸鸡油，哦，鸡油来的。嗯。嗯，好料了。乜嘢嘅？打只鱼。打只鱼。笨蛋！我爱呢个原味一个，呢个笨蛋一个，呢个系边方面嘅？泰国虾米啊，边个一只啦？很少人做包嘅，现在吓。安菇龟系包豆嘅咪？安菇龟，啊花生啊，两个都花生啊。哦，綠豆嚟嘅，我愛呢個綠豆喎，啊綠豆一個，你有什麼呢？
下呢包包咩啊？入边白兰氏鸡肉。哦，鸡肉啊 ，OK。四扣半，三扣半，八扣。嗰啲包够几多粒啊？三扣半。三扣半啊？八块钱不？嗯。好，去的。这是刚才我们买的客家茶锅，这个是老梅奇。老梅奇，这个是班单位的。什么？什么？班单位，这个是班单位。老梅奇啊，老梅奇啊。茶锅，茶锅，这个是茶锅。那掉出来。没有。另外一边。一边。嗯，这。大家那个是板凳茶锅，茶锅，这个是茶锅，客家麻糍啦。还好，一个块二。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吃的昂骨贵呀。嗯。啊什么？这是豆的绿豆。好吃啊！这个不错，它不会很甜。Okay. 这个我忘记了叫什么东西了、啊。它是用叶子做的。嗯。坚果剂。不是，它是用叶子做的 Happy。这还是青色的嘛？嗯什么在里面？菜包。哦，菜包。麻糍的一种。不是，它是另外一个名来的，不过忘记了叫什么名字。这个我就不太喜欢，吃不惯。家宴的咖喱饭，因为它够大。大的。它不是家宴，它跟麻糍还是因为它大的关系，我们叫它家宴咖喱饭。它表皮看起来很松啊。很好吃。这个要三块半。嗯。啊，这个才贵啊，多少个？两个。普通的，要找个，红色的四五个哦。啊，三个人。啊，你往哪里去？你往三个，你往新仔。新仔，新仔呀！你往两个，两个。两个，两个四三分。两个四三分 ，OK 了。OK。两个就四三。OK 了 ，OK。那以前咪二十几年前啊？什么蒜头啊？
应该是蒜啊、那个过年我们吃那个蒜菜吧，这个是蒜的，这个是啊、五个4.5块，是一个。这是沙堡的海龟，妈妈不了啊，海龟它皮比较厚，这是沙堡，这是沙堡的，感觉它皮太厚了吧，啊，它皮很厚哎。等下打包，再打包。小番有黑了，虾米辣椒，然后这摆有黑了，我给你买白啊，无去我买白啊，不带了，那不干嘞，让我来变哦，该黑哎呀，不能去炒鸡，哎什么？蒸蛋，蒸蛋，蒸蛋，泡泡鸡，泡泡鸡啊，啊蒸蛋，泡泡鸡，跟蛋，再行再行，也加泡泡，够吗？来加点水，够吗？够了，够了，加点了，不要，再加泡泡，好，好一点，泡泡了，行啦。过来。OK。我觉得它是虾米，它不带就好。豆腐那个酱硬啊，要硬一点。啊，喝一个啊！好像 jelly 样子啊，它是比较 jelly。
它不是豆腐，也不是豆腐。哦。太好了。还好不错，它的汤很甜，它的酱油也是很脆。这就是炸糊粥。是一个香香，嗯，好吃。好吃不？